本院委员陈娇华等11人，有鉴于农地遭事业废弃物弃置之不法事件频传，然农政单位并无规范土壤重金属总重量的检验项目，使得农政单位及农民无法快速得知土壤污染情形。为保障农地与粮食安全，建请农委会修订相关法规，针对可能遭弃置废弃物污染之农地，增加土壤重金属检测方法，以往水消化法来检测土壤重金属总量。建请农委会于1个月内检讨修正相关法规，加强农地安全之污染情况判定，并于109年6月底前完成法规修订公告，是否？本院委员陈娇华等11人提案作如下决议，函请行政院处，请院会有异议？没有异议，通过。